加密币系未来嘅大趋势，啲外人唔会知道长远发展有几咁好。我决定用银行所有流动资金，全力帮我扫怪币。短短几个钟入边，个怪已经系一毫子升到六千。有人利用你写个 Octobase 炒埋加密币，我要知道边个系做事嘅幕后黑手。ICAC。 我哋怀疑你哋公司董事利用银行资金去做事。我乜嘢都唔知，总之犯法嘅嘢我冇做过。如果你真系咩都冇做过嘅话，有乜惊？我留低银行查案，点解我留？你仲要我黑入银行？只有翻查 Octobase 买卖记录，就知道边个就系幕后嘅金主。我大佬俾人绑架，佢哋要求5亿外币嘅赎金。买凶杀人同埋做事嘅幕后黑手，其实系同一个人策划，可能性系高好多。 最重要嘅证人同线索都冇晒，往后嘅调查将会更加困难。ICAC 啊！吓死啊你！